振兴券别急着花，彰化县政府跟在地企业协力拼经济，推出了加码方案。最大奖是彰化深港青年住宅一户，总共是有三户可供抽奖。二奖电动机车一台，总共是有100台。另外还有18000个现金奖。从15号开始，只要在彰化消费满200块，上网登录就有机会抽中大奖。正式推动。结合在地产业公司协力拼经济，配合中央振兴五倍券，苏拉姆苏丁彰化推出加码方案，从10月15号开始到明年的6月30号为止，在彰化消费满200元以上，上网登录就有中奖机会。头奖深港青年住宅一户，二奖电动机车，还有18000个现金奖等你来拿哦。青年住宅我们有1房、2房、3房的一个部分哦，那最高的金额是在350万哦。那如果说你不符合我们彰化的一个这个我们青年住宅的一个标准，那就改采以领现金为主。民众不只可以选用五倍券，用现金刷卡也都可以，只要上网登录就有机会中大奖。买一送一，买一送一。好吃好玩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商品。除了抽奖活动，还有三大主轴的好康优惠活动，包括商品买一送一、鹿港庙口商圈吃透透，还有遨游彰化景点自由配。要上山要下海，对，有一台巴士陪着你，那你就不用走的，两花睡两花。打破传统旅游方式，将彰化县境内知名景点一次铺开来，让游客自行挑选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完全客制化。彰化县政府。接待容貌，掌握报道。